全智库这个网站呢，其实是它原本是要解决大家姓名的问题啦。因为我相信各位求学过程里面一定有很多特殊字，对不对？因为中国人很喜欢造字。哎，安尼才较好，较名较好吼。但是呢，这个不同的系统就很大困扰，你走到哪边，有些人就打不出来，所以他必须要造相对应的字，尤其是跟户政啊、地政啊这些。公跟他机关有关的，一定要正确嘛，不正确差一个字就差很多。好，那所以它这个全智库是像这样，那么它可以使用，你看它本身也有提供两套字型哦，赠送跟正楷，这个也是免费的。好，你只要就是显明声明，就是告诉人家这是来自哪里就好了。好，这个可以用，但是我们要的不是这个，我们要的是它的平台在这边的。叫做历代书法名家字典，所以我进去这个网站给您看一下。比如说像这边，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直接打字，你要草的字就好。不过一次只能一个字，一次只能一个字哈。比如说今年是什么年？对，所以是猪年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我们就找一个字，猪，你按一下，好。那这个呢是电脑，你自己电脑里面的，这是它上面那两个字型，我们都不是要找这个，我们往下走，往下走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两个，一个是《说文解字》，一个是《三溪堂八帖》，这才是我们要的。好，所以你从这个地方，你找这两个都可以，我们就全部了哈，全部一起找出来，连《说文解字》一起找出来，这样子有没有看到有很多猪可以用的？你就把它点下去，点下去你往下走，你看这边。有没有发现它有三种格式可以让你下载？有三种，那你觉得你要下载哪一种？啊？这种格式应该大家平常比较少用过，因为 EPS 一般是在设计系里面比较会用到，因为它是向量的。那么 PNG 是我们现在标准的网页上的什么？点阵图的格式。好，但是它这一张是没有透明的啦。这张没有，有一个白色背景。那 WMF 这个格式，各位有没有看过？你们好健忘哦，你们一定看过，一定用过。因为微软 Office 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那个叫做美工图库？因为这个是微软 Windows 系统标准的向量格式，所以这个一定有。而且呢，你看我把它点进来，好，你看哦，我用我们的 Office 打开。你如果要打开 PowerPoint，Office 在这里，这个重点你要用这个格式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是去背好的，向量格式都是去背好的，所以我就挑一个这个建立，这样是不是有背景的？那我就拿进来用一下咯，按着它丢进来，哎，这样我有使用 Make 的习惯吗？Make 也是这样丢一丢就好，有没有去背的？猪有没有就去背了？还是你坚持一定要自己去背才有成就感？如果你坚持一定要自己去背，可以哦，用这个哦，因为 Office 也有提供这个去背的功能嘛，对不对？嘿，但是我要你用这个是因为它 Windows 本身就内建就支援，而且重点是放大缩小不失真，有没有大一点也是一样很猪，有没有不会变模糊猪？这样了解吗？重点是你要会拿出来啊。按右键，有没有可以存成点阵图拿来用？你看，我把它放大一点啊，你们应该没有看到放大，在这里，有没有一个叫做另存成图片？所以你放大一点，就可以变成去背好的 PNG 图档，就可以拿出来用了。这样了解？所以虽然我们不太想理微软，但是这个也可以用。事实上，如果你用 LibreOffice 也有一样的功能，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讲介绍的免费的。那个办公室软体啊，也有一样的功能哦。你看，我把它另存哦，另存成图片。好，我把它存到桌面上，好的，来。但是我不要变 SMF，我变成这里，有没有发现有好多格式可以选？我们 Windows 标准的向量格式就是这两种，EMF 跟 WMF。所以你一般在美工图库里面看到就是这两种。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变成点阵图，有没有 PNG？好，我就把它变成 PNG，这样子。你就可以拿出来用咯。好，你看我这样把它存起来，一样我可以从外面把它丢进来哦。
我把它收起来，收起来，好，看不到它，好，看到了，按着丢进来，有没有一样是猪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猪放大会怎么样？会一点点模糊，来比较一下，请问有没有发现这个比较锐利？这个是不是稍微开始有点糊了？因为我放大了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好齁 ，OK， 所以我们今天唯一讲到微软就到这里为止，不要再跟它有任何瓜葛了。所以你透过微软帮我们做一下，那么其实你这个做好了，请问可不可以拿到我们 Focus 里面？顺便提一下，真的可以，一样的做法，你看一下这边，我们刚刚是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你看右上角有没有插入图片？图片，因为你是自己的，是不是叫本地的？就是自己电脑的，你就从这边，因为呢它已经是什么？已经是去备好的，所以你找到这一张叫进来，有没有这样就去备好的？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没有这些字型，事实上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稍微转换一下也可以，好，尤其是我们一般讲的所谓的标题，好，那些特殊字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用。好，给大家试一下咯，找找看我们刚去的那个叫全字库。好，您进去之后从哪里进去呢？在这边免费字型的第三个，好，第三个进去之后你往上找，或者你直接 Google 一下也可以啦，全字库都一样。好，它现在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新版本，一个旧版本。我刚刚带大家去的是新版本的，就是网站它有更新。好，所以刚刚去带大家去看的那个是新版本，它的网址就是这个全字库，您直接用全字库就可以找到。记得下载那个 WMF 那个格式，就不用自己再去备了，它本身就是去备好的。